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地平线：期待黎明》。不过，因为我没有提早上线搜刮药草，今天可能会有点硬。是不是我背包又满满满了？这个炼化区它是要我打什么呢？我现在看到火焰风被收，这个应该是清野者，真的。什么？它看起来像一团，我还以为是什么特殊的东西，结果是药草。强烈时代，果然还是冰起来嘛。是否应该要拿清野者大炮？裂化了不知道行不行？等一下再制作。他的枪是这个吧 ？Uh-oh, spotted. 有猜到吗？觉得好像没有猜成功哎。哇！太扯了！我觉得这里是一个可以用的岩石。火烧试试看好了。真的拆不下来吗？我想要拆他的那个大炮。真的有点难度。
吧？打破。多谢。一直一直慢慢打。They're scanning for me.现在最后一只，我直播画面都跳掉了。最危险了。
的眼睛。哇，没有。哦，答应了，答应了。金钱刺激啊！27的能力花取，那我们就往这边出发吧。我们啊，这边会经过商店，很好，可以卖一点东西。太满了。希望沿途那个药草可以多一点。但炸死就可以了，它血好像没有很多。哇！哇！打了我自己，好痛！这个写什么？航向尽头的奥德赛，葬送一个淘汰的未来。航向尽头的奥德赛，巴黎，2057年7月7日，来自五个国家的25位代表站在西欧奥德赛办公室前，不是手叉腰，就是僵硬的握紧拳头。有些是政治人物，有些是生意人，这年头两者有分别吗？有些是科学家，格哈特·韦兹缓缓步向讲台，叹气说道：我很遗憾在此宣布，奥德赛工程将于本日终止，这艘船将弃置于轨道上，全体工作人员会拿到遣散费，解除劳动合约。很遗憾，人类在外星球居住的伟大愿景
终究还是败在人类的各种勾心斗角与冲突。或许我们开辟的创新成果可以协助改善后代的生活，时间会证明一切。那这是太空船训索训，可恶。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千鸟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